当 CEO， 反正对吗 ？CEO 是你哦，嗯。再来黄岛，黄金配。哦，我上过黄岛的节目。嗯。差点被徐乃麟乃根给坑了。黄岛改名叫黄玉涵呐、啊，拍谁拍谁，这卡掉叫拍谁啊？什么机啊？黄岛，接下来钟景文，哎呀，又一个失踪人，嗯，失踪人太多了。再来，李俊峰，哦，已经改名了，叫李俊良，在台中大甲，自己成功的开了画室。替他发言，欢迎大家去台中大甲找他玩。再来跳过去啊，就我本人没什么好介绍，话最多的那个被刮到了。再来淑娟丁丁哥，这厉害了，主要是职业摄影师，还一个布袋戏兴趣爱好者，而且家里还有轮胎行的那个子承父业，哇，丁哥辛苦你了，你可能要兼那么多份工作、啊。嗯，好粗糙，如果现在的话，应该可以把这个同学录进来。Yeah.对，靠近镜头啊，遮住没关系、啊。不是啊，他现在想哦，他空白的地方好多哎、欸。啊、哦，就可以尽量把它排满一点。嗯，太客气了。完了完了，这单是谁制作的？我不小心，我不小心就黑了他。不是，不是我，反正没关系。彩色版会怎么样？涂鸦要把它变成黄色小鸭吗？有办法，重新彩色的。就把它涂颜色上去啊，就像小黄人那种。哇哇哇！王主任。谁画的？这龟头，拜拜，乌龟的头，反正不是我画的啊，杨主任，哎，招谁惹谁，被黑成这样子，啊，这，我们大杰哥正在，哎，但是快要倒了，不能倒。哎呦！哎呦！这张是僵尸舞的吗？应该是的。应该是哦。这样子。跳僵尸舞，那个张志光老师说，大家感觉像在跳那个什么洗澡。洗澡。感觉像在洗澡。没有。
把怀念的老师一黑一下哈。他们说张志光老师，反正我们那时候取绰号应该叫九级公啊哦。因为他不会找我算账的啦，黑他也听不到啊，没有关系的啦。教历史的那个是闪电侠，历史杨鸟轩，哎，好像是王金老师。对啊，你那时候喜欢喜欢他，那是闪电侠。哇，你的记忆怎么那么……估计我都是记这些，没有把记忆利用在课本上面。国中的事我都不记得，你还记得？不记得，不记得，我真的不记得。我是四处在还债的旅行人，对不起啊，得罪过的各位。赢了，还不迟。咚！哎，这是世界玩家级的吗？没有啦，还没有。联网才会有人来挑战的，哦，要等到挑战了。对啊，好像等级排名要差不多哦。也没有，他乱排的。乱排的、哦。对啊。你有可能挑到世界前百啊。有啊。我们很快，我不说很快就被人家打趴下。难说，难说。忘了今天来的最最最最大目的，感谢老师的教导。哎呦，本月份只有一个寿星哦，哈哈哈哈，挖坑给你跳，你没有用，今天我传给你那个，我不过生日的呢。没有啊，我也没祝你生日快乐啊，你可以不算蛋糕呀。哇，他大绝招那么厉害，真假？居然没有人发现，这是男星的运动服，这才是正面。我今天反穿了一天的运动服，就是为了显现这几个字。男星一甲子，一甲子哦，那我们是刚好在一半。啊，对啊，我毕业是刚好一半，可是我们大家的年龄都是四十几。游戏游戏。啊，介绍完了。还一件制服。哎呀，都没这么做。
短袖的，现蓝心，男生的校服，有照片的，可以看照片。现在这个衣服太皱了。你打不打算收集签名？怎么收集？下次聚会啊。哦，好啊，好不好？快点啊，下次聚会有人要做东请客咯。哇，这动画好啊，真太佩服我自己了。没问题的。大街道，哇，去！弟弟，哈哈，怎么距离那么远？对啊。会不会打了空二？现在这一带连招超多的。差不多了吧？啊，你这个有